男朋友喜欢打游戏，每次都能打好久，其实准确的说是被打好久。游戏里好多女孩一句老公，就有好多人帮他们上分。我看我男朋友被这些老公追着打的头都要爆了。不卖我呀，不是，我虽然超鬼了，并不代表我不能 carry， 对不对？真的，哎，相信我，有点信心。有时候跑都跑不掉，真搞不懂，明明死了那么多次，为什么还要继续玩下去？哎，他们怎么又来了？不是，能不能放过我呀？我都死这么多次了。哎，我们这阵容也真是，哎呦。吃饭，别玩游戏了。好了，马上就赢了。疼就鬼了。这么说就没有道理了，对吧？我玩游戏还是很厉害的，好吧？你不玩，怎么能知道呢？哦，不知道。哎，不是，我这个队友大哥干嘛这么口吐芝麻？不是对面凭实力杀的我，怎么能说我是送人头呢？让你过来吃饭，别玩了。你就玩个游戏，你上学习还认真。要是现在我生病了，你刚开把戏怎么办？哎，我这阵容，我喜欢吕布啊。我看你最近是活得太滋润了，是吧？娘娘，小的我来了，小的我来了。哎呦，今天这，哎呦，你怎么能这么劳累您呢？对吧？给您加菜，给您加菜。稍等。怎么了，木子？刚刚跟我玩那个。我输了吗？对面那个哥们儿说我菜，要跟我1v1 solo。行了，先吃饭。其实有时候看这个人还蛮傻的，学习不错，玩个游戏怎么那么烂呢？玩这个。我吃完了，那个我还有个作业要去写，你把我碗放这儿，那个我待会儿过来收拾。行，全军出击！刚那声音，你会玩游戏？对啊。那你刚刚已经……我已经报仇了，我男朋友只能被我骂，快去洗碗吧。娘娘。小的这就去洗碗。